斩首是人类自古就存在的刑罚，场面虽然也是极度血腥，但比那些火刑车裂啥的那是温柔太多了。古人认为斩首视为阴事，刽子手动了师承，讲究的是一刀落地，以免死者受罪死后来找麻烦。西方人也发明了断头台，快速下压的刀刃让人头瞬间离体，没有痛苦。真的没有痛苦吗？人头和躯干分离后是否还有意识呢？这个问题吸引了许多科学家的好奇心，而在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人用自己的脑袋研制了这件事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傲奇。拉瓦锡是法国非常伟大的化学家，命名了氧和氢，并预测了硅的存在，被誉为化学之父。上过化学课的你应该都知道他吧，但是你不知道的是，这位伟大的化学家下场可不大好啊。1795年5月8日他被送上了断头台，原因就是得罪了人。当时有另一名法国革命史上声名显赫的医生马拉，在1780年写了一份关于火焰燃烧的论文，本以为能收获很多名誉，没想到被拉瓦锡啪啪的打脸，认为毫无科学价值，由此结下了梁子。九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，在那个没有理性的年代，你懂的。马拉成功对他进行了多方诬陷，终于被送上了断头台，但是他希望在临死前能再进行一次实验，看看头离体后是否还有知觉。于是和相熟的人做好了约定，头落地后会尽量眨眼，如果能做到就说明还有意识。传闻拉瓦锡至少眨眼了11次，不过这件事其实不建议证实，无法判定拉瓦锡是不是真做了这个眨眼实验。但我个人认为，作为一个生前做过无数次实验的伟大科学家，生命的最后来验证一下，真实性还是比较高的。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呢？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，应该也是会有短暂感觉的。大脑作为我们的神经中枢，汇聚着全身的所有知觉，但瞬间和身体分离后，连接的神经也瞬间剥离，这种瞬间性也使痛楚来不及传递，脑袋飞出的时候会产生失重感，可能你感觉到的是自己看着身体在旋转，而没有其他更多的感觉。残存的氧气和神经活性保持着最后的清醒，不过这种感觉应该维持不了多久。历史上关于砍头后脑袋还会做出一些反应的例子不在少数，我们在影视剧里也经常见到这样的情景。当然现在是不可能拿人头来做实验的，那么惨的就是小白鼠了。荷兰内梅亨大学就曾做过一项研究，研究人员将脑电图设备连接到了老鼠，砍掉后再进行记录，发现大脑还会继续产生12到100赫兹频段的电活动约4秒左右。这个频道的信号与意识和认知有关，被定义为包括思考在内的心理过程，这说明脑袋离体后是不会瞬间死亡的，至少老鼠是这样的。而人作为体积大很多的生物，还有意识的可能性就更大了。不知道你是怎么认为的呢？